段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。最近出了一本书叫《白摇滚》，就是讲这一路上做音乐的好玩的事情。然后为了配合这本书，我出了一张EP， 有四首歌。这首歌呢，就是今天的主题《四海皆兄弟》，因为我是从印尼来的。当初离开家的时候，其实跟很多游子一样，离开家，父母都会叮咛啊。然后我永远记得我妈跟我讲说，在外面，出外真的要靠朋友。所以我除了结交了很多好朋友，然后也想说，出外不只靠朋友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还可以帮朋友，所以写了这首《四海皆兄弟》，听听看。
四海皆兄弟，谢谢。今天我们有带那个书跟 CD 哦，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好像可以给我加油，在出口处那边有书跟 CD。